着推车到大润发购物，超市龙头全联董事长林敏雄收购大润发之后，外界好奇下一步是否剑指量贩界之首家乐福。有没有新的规划？听到问题抿了一下嘴，脸上表情略显尴尬。对于家乐福出售案敏感问题，林敏雄低调不愿说明。不过全联近年来不停扩展事业版图，明年目标超过1100家，并购家乐福之后正式进军量贩市场，还传出有意收购家乐福的股权。欢迎光临。家乐福出售消息不断，传闻中的买主也很多，除了刚吃下大润发的林敏雄，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也虎视眈眈，拥有家乐福40%的股权，率先喊出有并购家乐福的优先权。而各大量贩最贴近民生，对于最近万物齐涨价，林敏雄表示会努力抗涨。在这个那么涨的时期哦，我们尽量那个抗涨专机跟那个尽量让它最近期间不能涨。各大企业推动涨，统一集团名讲星巴克绝不涨价，全联大润发祭出平价专区来对战。在这个世界你没有规模力，你有可能注定会被淘汰。再次强调版图规模，林敏雄力拼零售业霸主，统一全联点燃战火，互不相让。其中重要关键，营收超过700亿的家乐福，谁能拿下量贩金鸡母就能出头。三立新闻王成伟，台北采访报道。